潮州 Yarra Valley 是著名的酒區，不少人一日去幾個酒莊參觀的，無論行程幾密一定要去這裡。由法國 LVMH 集團旗下的名酒廠開始，成班酒鬼幾多人。Sparkling Sampler 14澳紙就包酒莊歷史、洋酒介紹和四款氣酒，還加上點樣開瓶添啊。之後當然是飲酒啦，記得去埋餐廳探靚景和美食哦。推介呢杯 cocktail， 用近年新推出富橙香的 Chardon S 調製而成，臨走記得掃貨啊。除了葡萄， Yarra Valley 還種了很多款生果，這裡就有450款，地方大到要坐拖拉車去摘生果，好在有生果專家阿 Ken 帶隊，跟住佢邊摘邊食邊拎翻屋企。佢揀嘅生果特別甜，連檸檬都冇咁酸啊！哇，幾靚！又硬又酸嘅，揀生果都係交翻俾阿 Ken 啦。淨係食生果當然唔夠飽啦，一定要去埋 Melitos 農莊食個 lunch。哇，好熱鬧啊！最出名的是即叫即製 Pizza， 加上他們自家製的手工啤 Cider， 主廚曾經在多間酒店餐廳掌廚，每一道菜都又靚又好吃，還用餐廳農莊和 Yarra Valley 的食材，不可以錯過啊。